年龄，你的体重一定会变嘛？嗯，对啊，你看他那么老，肚子越来越大，是不是？正常，不要人身攻击啊！你只要拉票就可以了。第一题要听好哦，选对才吃得到牛排饭哦。嗯，题目是好。随着离婚率越来越高，所谓的白头偕老呢，似乎越来越难。根据国外研究，当夫妻之间出现什么状况时，离婚率会变高？来 ，A， 老婆的体重跟老公相同 ；B， 老婆的收入和老公相同。嗯，剪刀石头布。哎呀，因为这个答案我知道 ，B。在美国，我们会讲的就是离婚的人大部分是看钱跟钱有关系的。这么说，年龄，你的体重一定会变嘛？嗯，对啊，你看他那么老，肚子越来越大，是不是？正常，不要人身攻击啊！不可以，你只要拉票就可以了。但杜立，我觉得你这个讲得好。讲完了是吧？都讲完了，简单明了。当然是 A 啊，为啥呢？这是陷阱啊！老婆通常比老公矮啊，比老公矮还体重一样，谁受得了？所以你的另一半如果变胖，你就把他丢掉。他体重跟我一样的话，我大概会很辛苦。依你看，是哪个部分比较辛苦？都辛苦。你看，吃完床睡起来就很挤啊。买大一点就好了。啊，都是选民，请选择。我一个人吃呢，你们好了，说明一下原因，尚荣。因为他是讲到现代嘛，越来越嘛，那我觉得体重不会有现代越来越怎么样，但收入可能跟以前的比起来会越来越高，或者是越来越平等，所以我会选 B。听听女生的说法，如果今天双方赚的钱一样多的时候，其实女生就有自主权，对，她可以就是控制自己要跟不要，她不会趋于在男生的，例如说因为。我生活只能靠你，所以我不能，他得吞忍一些委屈。对，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B。根据英国巴拉斯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呢，当妻子收入只占家庭收入的40%时，丈夫的压力最小；而妻子工资占比例超过40%的时候呢，丈夫就会感觉到越来越不舒服。2020年台湾的一项研究也显示，已婚女性为家庭所带来的经济贡献已经超过配偶这个比例越来越多啊，那这个家庭满意度呢就越来越低。那你喝一杯呗，来，帮你准备好。好，往前，这会瘦哦，吃东西喽。那个是瘦，黄连柠檬汁。哇，谢谢。这有炒底的腊肠饭哦，再配上这个牛排。牛肉几分熟？那种龙跑出来，龙后面有那个龙，龙啊，中华一般的那个龙。肉应该有八分吧？对不对？对。在锅子上会有后手的一个效应。炒饭超好吃的，这牛排真赞，谢谢。哦，赞，好特别。对啊，很特别，就是那个加的那个可乐会增加它的那个甜度。对。通常我很少吃到牛排会有甜一点的，那这个。酒香，没想到它，泡那么少，那没有很久，但是那个味道已经入味了。用力掌声鼓，非常成功。